我跟女老板出差，故意定两间房。哪个路啊？王一泽走到头，我订的大床房。8653，哎，到了。不是这个，还得往里走呢。是这个，这不房卡写着呢吗？你哪来的房卡？我单独订的。啥意思啊？我一间，你一间，这不正好一人一间吗？嗯，你可真能整事啊！什么叫我整事啊？那男女授受不亲这么简单道理你都不懂吗？好好好好好，有能你今晚别进我这屋。我进你屋干什么玩意儿？谁呀？哎，你干啥呀？说进就进呢？啊，原来你这不这样式的。看完了吧？看完出去吧。等一会儿。干嘛呀？哎，你干啥？谁让你躺着的？起来！我试试这屋床垫还不行啊？我那屋床比这屋硬多了。硬，你给前台打电话，让他给你换一间去。咱俩商量事儿呢。什么事啊？你把你这屋给我住呗。啊，行啊，那你把你房卡给我，我上你屋住去。那个房卡我落屋里了。啊，那我给前台打电话吧。哎，大明，你这么晚打扰人家多不好啊。啊，也对哈。嗯。那咋办呢？要不咱俩凑合一宿？咋凑合呀？就一个沙发呀？那就我睡床，你睡床。拉倒吧，我才不跟你扯。我睡地下啊。人呢？不是又咋的了？还拿不行啊？有没有音乐？我想听音乐。我给你放完，你抓紧洗澡，你别打扰我了，行不 ？OK， 我保证。你要小度，放个音乐。哎，这啥音乐啊，小度？这不是我放你，这放的什么破歌呀？关了，小度，赶紧关了。好的。哎，让你关音乐，谁让你关灯了？给我打开，退房。小样，我还治不了你了。还有你，给我出去，不让住了，出去。干嘛呀？出去，出去。干嘛？不让住了，赶紧出去。害怕了，赶紧出去。走，快走。